戏来听老爹，戏外看人生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惠斌。今天呢，就是实景歌戏《柳公会》的大结局了。大家是不是真期待呢？这到底是安怎一个结局哦？我来向大家透露淡薄啦。为着要对付柳公会，太子的阿兄梁王爷抓用的小阿娘。刘君虎为着要救这小阿娘，被拍到安尼规身躯皆是伤，迄场戏啊，就安尼翕十几遍，演员呢，被安尼摔个涂骹，十几遍呢，足忝的。翕好以后啊，才发现讲，哎呀，煞乌青啦，有的所在煞肿起来了。演员呢，伊直咧讲，哎呀，迄日大过去，迄条裤煞穿袂起来啦。哎，有影讲，为着咱喜爱的歌戏，付出真多啊。在这地啊，不得不提的是，这场戏得到厦门歌戏演出中心的曾碧芳、王志斌老师的大力支持。两位老师唔呐进行新段的指导，还佫帮助排这部戏。感谢老师对戏迷、对歌戏的支持，相信有更加精彩啦！咱赶紧到阵来看。卖哭啊，卖哭啊！我若是看到你哭，就想着咱细汉第一摆见面的时阵，你就是在哭。你哪会遐爱哭啊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哪会伫你家？迄当时，李林峰伊一直都拢唔肯信我，是踮伫伊的府中找到的。你敢毋是一直挂念这个玉锁？现在是物归原主啊。李林峰，万一那是交出本王，那安尼本王之前所做一切就功亏一篑了。一定爱想一个办法阻止柳公会。王爷，我有一个办法会当对付柳君虎。你紧讲。步玉酸。南君王，请。
南君王来啊！明了参见红姑庙，南君王你来呀、啊！红姑庙特意选明了来，想必是有什么重要代志心。既然安尼，红姑庙就开门见山。唔知影迄个李廷芳的案情，心得如何？此案正在审理当中，明了不方便透露消息啦。今日叫你来，本宫是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。红姑庙，请说啊。李廷芳会当入宫来劫持郡主，是本宫放伊入来。红姑庙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本宫想要帮助你，早一日找出主谋。知影我安尼做，又是方寸。燕哥，你太子兄弟情深，相信你也无愿意看到太子出半点差错。明瑶知影红姑庙为了太子的苦心，谋反之徒明瑶必会查办。燕哥，明瑶要靠劝红姑庙。太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有伊家己的想法甲选择。红姑庙不应该一直为伊在咧做决定，甚至藐视朝纲正法。那无俗话讲，物极必反，明瑶过体。本宫为了家己的后生，有甚物唔对？狐狸以后一定会知影，我哩做是为伊好的。Thank you.
半玉酸。轻松，你来做什么？王爷，请你过府一座。娘亲王，哼，恁东流学务要来陷害军魂，即马又搁要做什么？对付柳军魂，上好的对象就是你。伊绝对唔甘看富用伊这么多年的小阿娘，心含危机，绝对会奋不顾身来救你。你别过来，我唔准你搁再来伤害军魂。救命！你出来这做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应会我来收伊。你将这交予南郡王，甲伊讲，我会想办法救玉栓，叫伊千万唔通来负伤。什么？夫人毙命？阿兄，那安尼，咱即摆要怎样办呐？即摆莫讲遐多，你照我讲的去做就是。行。你们去倒位？有主命，枉费我这么信任你。想不到，你所有一切，拢是在欺骗我。秦松，你莫知，这卖不过人，这卖不过人是你。阿兄，阿玲，赶紧放开！阿兄，王爷一直怀疑你有离心，我可一定不肯相信。关于我，你会改变你的心。想不到。这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。轻松，像你这种浪荡查某，我阿兄一世人不肯介意你。你，轻松，这跟韩宁无关，放伊走。哼，放伊走。既然你对我无真心，我又搁哪着需要顾虑着恁兄妹仔嘞？住手！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卖去通风报信。轻松。韩玲伊什么拢唔知影，你放伊走，而且伊对你也无什么威胁吧？阿兄，来人啊，将伊带落去！甲我放开，阿兄，甲我放开啦！阿兄，阿兄，甲我放开啦！阿兄，秦松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嘞？刘军府，阁无偌久倒来啦。你若是唔好我配合，那呢，我都无一定。对你做出什么？你又来做什么？我想要知影你考虑了如何。主母是甚物人？你比我也较清楚。要台北挂水灾哩，莫搁再来烦我。
今日朝廷已经做出决定，为了不引起两国烽火，只要你若肯提出罪证，指出幕后主使，朝廷就会尽快安排人将你送回南都，绝对不伤害你。送回南都，我任务失败，有什么人民回去南都？就连我心爱的人，我也得不到，我有什么路用？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将我除掉。虽然你在南东是不受重用，也不过我相信祸毒是不食子。我希望你的下场会宽过到你的父王，他应该知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刘君辉，我真是想不通，以你的能力和条件，你明明可以重振旗鼓，做回你的初衷，你明明可以报仇雪恨，为什么你甘心在蜀国做一个臣子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权势地位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哼，你莫袂记，是我的父王带兵灭掉你的楚国，害死你的父王，逼死你的母妃，还阁有恁楚国千千万万的子民，对，还阁有花叶青，这是我故意嫁予乎你，敢讲你无想要替伊轻声报仇吗？你动手啊！你紧动手啊！我希望恁南都会吸取这一摆的教训，假使那也是对蜀国念念不忘，我刘君辉定亲自带兵打平恁南都。表皇帝，表皇兄无经过你的同意，就命人请你的小阿娘来到府中。你若是惊伊有甚物损伤，就独身前来，莫怪表皇兄无甲你提醒。千万不要惊到其他的人哦！表皇兄伫咧府中等。小阿娘，你对伊是怎样啊？表皇帝，你来了。刘君辉，阮等你真久了。少将军，你哪会用甲乱臣贼子同流合污呢？这是梁亲王送予老夫的一份大礼，今日老夫就爱你赔千金的一条命。少将军，你真是糊涂啊！梁千金之死，君辉确实难辞其咎。严哥，真正的凶手，即马就踮在你的身躯边啊！你讲什么？李凌风幕后操纵者就是刘温良，害死梁千金，嫁予我林家，正是伊啊！什么？凶手你？哈哈哈！你即马知影，已经想慢了。少将军，伊即马的局势，你应该清楚，甲什么人合作？才是正确的。娘亲，想不到你用一款卑鄙的手段。来呀、啊，请小将军
落去休困。什么时阵想通，阮拢自然放将军出来。来呀、啊，将军军分哪下？尚方宝剑在此，什么人敢乱来？老温娘，你派人行刺太子，暗中勾结李凌风，陷害刁信，你可知罪吗？本王，刘君父，我劝你要是乖乖要束手就罢，要那是无啊，皇孙可能就要替你受罪。少安娘，公公，你紧走，你别讲话，你紧走。刘君父，我本轻松是江湖人，你什么尚方宝剑我不管，我劝你也是将剑放下，要那是无啊，我就爱伊的性命。好，尚方宝剑，刘君父，我看你要什么能耐？老温娘，你要针对人是我，你放开我小阿娘，对付一个女人，算什么本事嘞？做你放心，我要对付的当然不是夫人，轻松。是王爷的意思，你若是不怕，恁兄妹啊，还有彭酸，就全部做伙把柳公去背走。你怕就是，殿下我还阁唔怕，你若是阁再唔怕，稍等下，我这个刀。那是不小心去坏掉伊的面。有主命，你在啰嗦什么？叫你怕是无贴心。有主命，你在啰嗦什么？叫你怕是无贴心。我一个好文字，
你应该袂袂记的，我是一个用毒的高手。这个毒是我专门为伊调制，一直大分散，此毒无色无味。就算是佫较厉害的高手，嘛无法度发觉。一直大分散，此毒会随你的血液进入你的身体，发挥作用。你唔免烦恼，你即马就会死。也毋过，伊会慢慢啊折磨你，折磨到你血尽泥亡。秦总，将解药摕出来。哼，我既然要回死，我就无练济解药。我知影你也要练济解药，也毋过即马已经袂赴啊。你。秦松，你做得真好，本王绝对袂亏待你。等待我迄个戆小弟拿来，一切就大功告成了。你要对太子做甚物？在你入府之时，本王早就命人准备好，甲你同款的笔迹送去太子宫。我这个戆小弟，平常时对你是言听计从，本王相信伊绝对会来护佑。到时阵嘛，太子依然不能私下回禀，太子不必伫咧宫外，这个罪名就非你莫属了。非得你也活袂久了，你免担心遐尼啊多。你心太凶了。伊是你东宝兄弟，你竟然下得了手，无恁的阻碍，本王将来会是一个好皇帝。刘君侯，今仔日就是你的死期。王爷，老温良，你紧叫彭青松。将我小娘放开！刘君侯，你走袂去了。贵宾，我也中毒活无久啊！你若无想比我较早死，你就紧将我小娘放开！你，秋霜，放人！王爷，已经无代志。你敢死？有酸？小娘，小娘，小娘，有孙，小阿娘。有孙，小阿娘。我昏的，我小阿娘，小阿娘，小阿娘，是我害你，是我害你的，小阿娘，小阿娘。有孙，小娘，小娘，君侯，卖哭，是我害你，是我害你的，小娘，别怪你。Oh
太虚娘娘，皇上有交代，外面风大，袂用让你出来吹风呢。明如啊，本宫想要出来看卖，怪狐狸是毋是有偷偷爬宫墙倒转来？太虚娘娘，殿下批中写得真清楚，也已经过去遮侪年了。路边看，殿下是袂阁倒转来了。明如啊，你是伫乌白讲什么？皇上驾到。李神参见母后。你走，本宫无想要看到你。明如，你叫伊走。母后，这是外国进贡的珍贵药材，李神专门送来给母后补身体啊。本宫只爱本宫的狐狸，就是你，是你逼走狐狸的。你莫以为你做遐尼啊多代志，就会当瞒骗本宫。你向本宫的狐狸啦，你向我的狐狸啦。娘娘，皇上，皇上也是先离开吧，奴婢会苦劝娘娘。这药材会寄送给阮母后啉。是，奴婢恭送皇上。狐狸啊，你紧回来母后的身躯边好无？以后母后袂使强迫你做你无爱做的代志，就算讲你无爱做太子嘛无要紧。狐狸，你倒回来母后的身躯边好无？狐狸啊，狐狸。
顺利。阿金阿娘，顺利。顺利，你顾小弟，又搁要顾我，又搁要看书，会忝袂忝？阿金，算你袂忝，算你以后要甲阿姐同款，要做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。算你，阿娘才不爱你做什么大将军呢？阿娘，为什么？算你，你又只是一个囡仔，甲你讲好多，你也唔捌啦。哼，拢讲也是囡仔，但像即摆阿花啊，这也唔是囡仔。好了。唔准备安尼无大波势，阿婶甲阿娘已经先饭菜煮好啊，你去叫阿姐甲阿爹转来食饭。好，顺利，甲顺利咧，你进去，甲顺利哦。我知呀。现在天下太平，我奉兄一个人没时间啊。当初用你的地位换来大家的安慰，是我亏欠你。哎呀，苗兄，代志已经过去几多年啊，你还是对这件代志耿耿于怀。我知影，当初你若不是动伤昏迷，你一定会誓死保护我。也毋过，我甲你讲，像即马安尼衣食无尽的日子，正是我日思夜念的生活嘛。你答应你的奉兄，从此不再踏入蜀国一卡步，就安尼放弃你的父王甲母后，敢讲你袂伤心？我相信，我奉兄伊袂食言。一定会替我好好照顾伊，真好小游大哥去环游四海咯。也若无，即马饮酒的就不止咱两个咯。若毋是当初我向游大哥讨灵药送予天下，无定着即马饮酒的人就只有你一个啊。我要跟阿娘讲。哎，算你啊！你知影阿娘上讨厌阿爹偷饮酒，你千万袂用顾忌，知影无？哼，袂用饮，搁爱饮。我唔管，我要跟阿娘讲。哎，算你啊！啊，好啊！你若是要去跟恁阿娘讲，那恁阿爹以后就唔教你练功夫。也唔带你去标鱼下眼，你若是爱讲，啊无你即马就去啊！哼，阿爹阿弟是大将军呢，袂当有人惊。是甚物人讲大将军就袂用威胁人啊？搁再讲，阿爹即马嘛毋是甚物大将军啊。
答应阿爹，千万不用跟阿娘讲。来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有偷啉酒，伫咧收买恁囝？无诶，我要哪会假咧？娘娘，咱这些惨嘛！安哈，算啦！哎，娘，你敢动咧？嘿！一件歌戏《柳公花》看到这就全部看了咯。《柳公花》该小代厝两家人归应起来，生活过家呢无忧无虑，非常逍遥。这部《柳公花》获一群喜爱咱歌戏的戏迷朋友圆了一个梦，希望有更加多戏迷朋友参与入来，用家己的方式来弘扬咱传统的文化。明日是另外一部好戏哦，会记得准时锁定厦门卫视，咱斗阵来看戏。